口的草莓被绑成一束束季节限定的草莓花束，让女孩超级疯狂，纷纷戴上特制花圈，挤爆店面，疯狂拍照纪念。搭上超红韩剧《鬼怪潮流》，包起三神奶奶送给鬼怪新娘的木棉花花束，送给心仪对象，还能借机告白。那如果男朋友送那个给你，会有心意吗？就女生应该都喜欢吧。和以往情人节花束一比，99朵玫瑰花大约要价4699元，30朵草莓花束季节限定要价3880元。是选用这个日本进口的草莓，因为它香气比较够，然后果实比较厚实，然后它又有特殊的这种淡雪，日本淡雪的品种。全都是用巧克力制成的珠宝盒，摆上草莓和糖果，吃起来甜滋滋。鞋跟撒上七彩的巧克力米做装饰，女孩必备的高跟鞋变得超梦幻。韩国则是做出七彩渐层蛋糕，一看就让人心都要融化了。情人节想告白，还可以客制化办公室小物，这个巨石像肥皂盆栽，搭上我喜欢你，可以跟我在一起吗等爱心小卡，就能偷偷表达心意。吃的用的统统各出奇招，就是要炒热情人节甜蜜气氛。记者刘志展、杨雅玲，桃园采访报道。